农历三月二三，妈祖生，嘉义市主要佛寺天上圣庙文林妈祖的朝天宫，一透早依循古历举行圣诞祝寿大典，并请嘉义市长王炳辉担任主祭官，朝天宫董干事以及各宫庙董事长陪祭，甲信众虔诚上香祝祷，祈求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嘉义市朝天宫文林妈庙建成于清康熙十六年，已经有336年的历史。正殿主要佛寺天上圣庙文林妈祖，保庇嘉义地区民众平安顺遂。妈祖慈悲灵感，受到嘉义老弱市区民众一代延续一代传承敬拜。文林妈庙的风采也出现在艺术大师陈廷佩的画中。三月二三，妈祖生，文林妈庙依循着多年来的古礼，接受典礼，集思考仪隆重盛大。先请家己市长王炳辉莅临担任主祭官，朝天宫董干事以及各宫庙董事长担任陪祭，甲民众做伙虔诚上香祝祷，祈求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是咱金龙年哈。三月二三，嘛是咱每一冬所有台湾人上界欢喜、上界感恩的日子，就是咱的妈祖生。文林妈庙伫嘉义市，因讲是几啊百冬的历史，伫这家是伫这含咱的生活、咱的信仰的重要的中心。所以今仔日一透早看到遮济个。在我們的董事長、董幹事跟姐姐各位善心大德，大家都來在這裡，真的是非常的感恩，非常歡喜。我想這所代表的就是我們一個敬天畏地那一種敬重的心情。明慧今天早上可以和大家在這裡祭拜，我相信我們今年在這裡有媽祖在保庇，一定可以國泰民安，風調雨順，家家戶戶大家平安順遂，賺大錢。嘉义市朝天宫文林妈庙董事长张英吉表示，今年特别有3000斤招财吉安寿菇来甲妈祖接收。伫阮办这个3000斤的寿菇是第一次，要予遮信徒，大家拢来参加信徒，安尼日常啊咧，所以阮这个菇是予信徒合作。400位的信徒来合作，来完成这个古那个项目作秀，谢谢。这顶结束了后，2000斤米谷由事先登记的民众领回，以外1000斤开放民众拨买祈求。另外，庙方也准备寿米平安饴，提供信众福祉，保庇社会安乐，迎来平安。最新新闻，蔡平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